多少钱？记着呢，记着。越过长江大桥，越过汉江大桥，来到武胜路。汉江大桥下面，这是繁华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武汉的繁华的部分，你看一下。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，巨大的桥梁，四通八达的公路，武胜路，老武汉的老社区之一。用绿色的梦想遮蔽的是烂尾楼，没有拆迁的烂房子。这边是一个工地，属于云天的施工机械。你以为你来到的是战场吗？不是，这是没有拆完的城中村，没有拆完的房子。哦，是这样的。这边还有一批也是的，也是的。在十年以前，整个武汉就是一个大的巨大的工地，这里建了全球最多的摩天大楼。这是没有拆完的旧城，禁止倒垃圾。这是一片没拆完的破房子。生命生意人把它改造成为仓库。80年代末期、90年代初期，改革开放，兴起了一大批市场，以汉正街为代表。常常用伞做装饰，可能这是一个卖伞的市场。徐福记批发卖糖果。整个武汉就是一个巨大的市场，有几千万常居人口。卖
日用化妆品的市场，周边有很多仓库，卖文具的市场。放学了，这是条路是在新，一个工地。来来来，脚脚脚。这些餐打麻将。这样的是武汉，这是武汉庞大的市场的一部分。堵车了，咱们车先停高木山。我们为什么说武汉市是有历史的城市？你再说。今天我们就来到历史面前，武汉市基督教旧食堂。天父，我爱你，赞美万能的天父。
博爱，仁爱寺。基督教就是。拆了多少房子？这套房子得以保存，得以幸免于难。反正就管意思。前面89分了吗？89分了吗？别说的好，我那个装，装那边贵。为什么？你觉得为什么呢？摩天大楼包围下，居然还有一个小的学校。门口预警，孩子们还没放学，先是有周年检测，很多学校都关闭了。这算早期的商品房之一，可能介于21世纪早期，是这样的。森林一般的房子，那不是三个字吗？哎，来来来来。房子越盖越多，越盖越高，人却越来越少。到处是空门门、空房。这个家被搬走，倒闭的搬走。这还是繁华的汉口市中心，这么多门面都关了。放学了，现在还看着几个孩子。24小时营业，殡葬服务点，老龄化社会加速到来。
一趟商场，就上街做点小买卖，要不然不能养活自己。生活保障，那一个八百两分钱，最后，那你原来把我的回忆，最后的出路也就是摆地摊。长寿社区，幸福是幸福，卖楼车，越是楼房盖的是高的社区，越是冷冷清清。人都被分散了，这是著名的江城武汉的长江汉江边的社区，成群的老人，更像这个时代的标志，老年化。房子贷款买的就可以了。基督教修建的红砖瓦房，尖顶教堂。冬天的街头，树叶子全部掉了，天空显得很白，很美好。这好像是一棵柳树，这是个柳树，这是人头的物种。写字楼下班出的人，周围很多写字楼，很多
你们老子活工赚几千块。出名的。
地方哪个地方再去。我买过了，你不是说十一点烤包子吗？十一点，明天白天十一点嘛。好，你十一点过来买。今天先练个人。是，要现做的，现做的。好吃。先练嘛，现搞的。好好好，我来。好的好的好的。哎，白天先先别用。哈哈哈！新疆馕，烤包子。我去过喀什、和田、阿克苏、库尔勒都去过了，陀螺湾待了一年，鄯善待过一年。亲爱的朋友，在观看我们的频道吗？请订阅我们，我们将向你深度报道中国大陆的生活。